好，歡迎咁多位觀眾咧嚟到我哋嘅好市民戲院。咁首先等我帶大家嚟到售票處先。咁啊，嚟到睇戲嘅時候，當然要買飛先啦。喺我哋嘅好市民戲院咧，都會每人有一張咁樣嘅戲飛啦。戲飛其實有啲咩特點呢？大家可以見到，首先喺右下角有個 QR code 啦。個 QR code 除咗可以連接到我哋嘅公眾網頁，知道更加多好市民嘅資訊之外咧，亦都咧係可以用嚟做一個遊戲券嘅用途嘅。另外，大家都可以睇下戲飛咧。呢、这個價錢是2.8，點解係2.8呢？因為呢個係正正我哋好市民獎勵計劃推行1973年嘅物價嚟嘅，2.8當年就可以睇到一套戲噶啦。咁嚟到我哋有咩戲睇呢？大家就見到就係我哋嘅好人好事，其實每日都上映緊。我哋今次展覽用戲院呢個目的，正正係想帶出呢一個信息，就係好人好事每日都係令我身邊度上映緊嘅。好啦，攞完戲飛之後，我哋準備入場啦。在入場的時間，通常在舊式戲院都會有個磅重機嘅。咁雖然咧而家全香港得翻2部真跡，但係我哋都用我哋嘅方法咧去復刻咗呢一部嘅好市民戲院磅重機出嚟嘅。咁啊，都真係磅到重㗎。好啦，磅完重之後咧，就入到嚟我哋嘅戲院睇我哋嘅好戲啦。首先，我哋有一套真好人好事，就係我哋2022年頒獎典禮80位得獎者入面，其中4個得獎者嘅精選故事。而家片段播緊一條咧，就係其中一個飲品店嘅東主咧，成功提供資訊俾我哋警方去緝拿一位風化案裏面嘅疑犯，仲有其他3位就係分別有2個盜竊咗騙案，以及1個拯救咗6歲小朋友生命嘅一位女士嚟噶。咁喺我哋呢度亦都有相關介紹好市民獎資料嘅展品啦，以及我哋過往2022年度嘅得獎人名單嘅。咁啱啱亦都講咗，我哋仲有第二條嘅好人好事短片啦，就係我哋嘅尋問機啦。尋問機是我哋今年50周年特別籌備製作的短片，入面咧就揾咗4位由70年代去到00年代嘅得獎者，講翻佢哋唔同年代佢哋經歷嘅社會背景啦，或者當時嘅罪案趨勢。但唯一一樣嘢係佢都相同嘅，就係佢哋都係位好市民，願意挺身而出，行多一步去幫助個社會。好啦，咁喺睇完咁多個展品之後，都知道多啲好市民信息咧，我哋就有一部嘅好市民問答機啦。咁呢度咧就係等大家睇完展覽有好市民嘅知識之後咧，就去回答翻3條嘅問題。咁答啱問題嘅話，更加有機會贏到我哋特別嘅紀念品，就係一啲有懷舊嘅性質嘅紀念品啦，包括一啲嘅扭計式、飛行棋同埋呢個嘅移動拼圖嘅。咁最後亦都介紹一下我哋4位嘅好市民聯盟嘅朋友仔啦，我哋代表4個好市民特質嘅超人啦，包括阿靜、冷靜啦。我哋嘅積極，仲有我哋其他2位嘅朋友仔，就係代表好市民嘅智慧阿慧，同埋我哋嘅阿基，紅色嘅基警啦。冇錯，就係我哋4位嘅好市民聯盟嘅成員。咁我哋都希望呢4位好市民聯盟咧，可以將好市民嘅精神咧帶到去每一個嘅社區角落啦。咁所以喺我哋嚟緊嘅9月、10月以及出年嘅1月咧，我哋都係會有唔同嘅展覽，將呢個好市民信息帶俾大家嘅。咁大家記得密切期待啦。呢、这個就係我哋嘅做嘅宣傳單張啦，咁你可以睇到裏面有中文同埋英文啦，咁我呢度都有好詳細點樣講，即係譬如有而家嘅騙徒有咩行騙手法啦，同埋咧我哋警方點樣呼籲市民咧可以去作出即係防罪詐騙啦。而家咧喺香港都有好多一啲電話嘅騙案啦，即係打電話過嚟就想呃一啲特別係老人家嘅一啲金錢啊。甚至是更加大金額的，咁所以就呢一度咧都有好清楚咁樣講到點樣去防止，有3部曲嘅，咁就俾一啲市民更加去了解到啦，同埋知道應該遇到呢啲事去點樣處理嘅。好市民獎嘅展覽咧可以去到係今個星期日嘅，有興趣嘅市民亦都可以喺16號之前咧嚟到中環 ISC 呢一度咧去睇睇嘅。